我而家就去打仗，打属于我自己嘅一场仗。假若现实世界根本就系一个战场，咁一切现象系咪一堆残酷假象？假如现实叫我去打一场假仗，打出乜嘢旗号？打一场点样嘅仗？打得唔好，我嘅生命就只画上句号。问得唔好，我应该问生命一个乜嘢问号？问我飞鹤先可以有几多几多？问我童谣用乜嘢好角吹乜嘢悲歌？歌舞升平嘅世界，几可听到去全歌曲？曲中人生嘅时候，只有剩低几个几个？我问我嘅战友系咪就系我一个？我为我嘅生命战斗，要我保卫我。我话我进一步退一步，我到难过，我想过放弃，我唔再识分对错。成日顾前顾后，想不透行左转右，是我打你仗自作自受。看着看着听着，能不能听得有个好声响？是否每个人都是盲将？你的字眼能否当手枪，然后将它瞄在我身上？